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玉刚，武汉，我真的经常来，在这里谢谢大家掌声的支持，给大家鞠个躬，谢谢。其实面对大家的这种热情，我觉得就刚才的那么一点点的表演，大家一定觉得不过瘾，对不对？那李玉刚会怎么做呢？那我清唱几句好不好？清唱几句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就由我们的京剧新秀李玉刚和我们这位国际巨星的一个跨界的表演。这种合作，我不是吹牛啊，只有在同一首歌你才看得到，而且这种跨界的表演呢，会带来从视觉、听觉上都带来很新奇的这种感受。对，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欢迎李玉刚和我们的国际巨星Coco 李玟，带来这首歌，歌名叫《流转》。什么？